这是一个位于 Austin 区域的一个全新的两房两卫小型公寓套间，进门有一个储物间，右侧是第一个卫生间，进门左边是第一个房间，有一扇窗户，有一个衣橱，面积不错。沿着走廊往里面走，有两个储物间，正对着是客厅部分，客厅非常宽敞，窗户很多，有自己的一个室内的小阳台。旁边是厨房部分，配有了冰箱、洗碗机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油烟机和烤箱。然后这边是主卧部分，在客厅旁边有两扇窗户，面积也相当不错。主卧带有了自己的衣帽间和卫生间，整个房子使用的是中央空调系统。